轿车上面安装的这种车顶帐篷，任何一个轿车都可以安装，都可以安装哈。可以。你这个你没有120迈不影响，120迈全保护影响，只要带进它的安全。你这个有多重呀？有多重？90来斤，据说。据说90来斤哈，那不算重。是驾驶座那桌子。放着咱喝茶，一边等红灯。可以放驾驶座，怎么放呢？不敢了啊！就那挖开什么？啊就那挖开放放着啊。啊，就什么？啊，可以放在驾驶座啊。驾驶座吗？放驾驶，我知道驾驶座。比划比划。驾驶座喝茶嘛。看看。哎呀，人他这个梯这样的哈。哦，是放在这个上面吗？哦，这个啊，哦，是放在这个副驾上面的哈。放在副驾上头的。哦，也很轻。哦，轻，挺轻的，自动的哈。这个车顶帐篷多少钱买的？1万。哦，那人家您这贵。10万块钱。那您好，所以您不允许。您要便宜的。没关系，5000也行，手动也可以，这个无所谓，我这个不太手动而已，就5000块钱就都可以了。不要再电动了，我这还有2块车呀，想买一个怎么了？哦，这边就直接拉下来了哈。亮的，私家车我也是能叫亮的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哦，都是自动的，它还在打。对对对，嗯。它这个好就好在哪儿啊？晚上睡觉，你把这个弄下去，搁住，它就能上，它也不可能动，没关系。哦，这边吧，它上不去，这边一般，那边它要是有人破坏，这样子往上面啪一下子站上去。哦，那是啊。就算是最起码有人从这个梯子那儿。哦，它已经撑起来了，完全哈。哦，这是已经完全撑起来了的样子。它这个是自动的，10000多。10000的样子，哦，看一下，2个大胖子也不怕，2个大胖子哈，2个大一胖一个瘦，2个瘦都怕，唯独但是3个不行了，啊，怕3个瘦这也不行，哦，2个大胖子没事，但是3个瘦不行，也不行，他不舒服，他就不舒服，哦，他有那么只有那么宽嘛，哦，他只有那么宽，哦，感觉一下，还不错。哦，里面有垫子啊？不，我的2层垫，我又做了个棉褥子。哦，你又加了一层。我加了个棉褥子。哦。哎，完了。它是本身有垫子的哈。还有电褥子。哦。电褥子弄上电线，咱们就。喜欢户外的都喜欢分享一下，互相学习一下装备。哎呀。哦，还有那么高哎，里面空间啊。哦。里面坐直都完全没问题。滑掉，这注意啊，腿脚行吧？腿脚行就可以上啊。慢一点，上去看看。哦，2个人上去没问题。哦，2个人上去完全没问题。这还挺好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坐着也有那么高。坐着就没问题，这坐啥事儿没有？啊，没问题。你这个买了有多久了？去年买的哈，2个人啥事儿没有，但是别啊，哦，里面看看，里面是这样窗户，哎，也不错，有时候出来休息一下，也不错，放鞋袋，放鞋的，对啊，哦，放鞋的袋子，哦，把这个给放下了，哦，可以放，锁住了，全自动嘛，哦。它这个是自动的，全自动的啊，是多省点啊，哦，但是全自动你也得收，啊，已经可以了，收也是自动收嘛，收也自动，也自动啊，那，哦，你梯子你都完全动手，哦，梯子它一折叠扣在里面就可以了，不错不错，哦，这个东西不错，就是小孩子有这个。咱们小孩子有那个用羊毛棒搭几个的，然后放在屁盖草
披萨铺点草，有这个情节了吗？人类远古时候在户外生活，它有个情节而已。这它能入房子舒服？不可能。感觉好，它就是个新奇新鲜。野地，野地哈啊，不错不错。野蛮的，真的是荒野。它中国化的，稍微感受感受。感受一下，车顶帐篷。哎。都是喜欢户外的朋友，有户外的露营装备啊，这些都喜欢互相展示一下，交流一下，学习一下。他们是用的什么垫子？也就他也就是说棉花垫嘛。棉花垫啊？棉花垫就说是它底下不是两层吗？它有泡沫垫啊？两层，底下就自带两层。本身也带两层。就两层。哦，自带两层啊，两层垫的吗？这么厚？哦，有这么厚啊、嗯？这起码有十多公分呢，哦，不止。本身也就挺厚，它又自己又弄棉花，哦，贴身哈。棉花它是吸潮的，对，它不发潮，对，它贴身嘛，舒服些。不是，你是四川的？我是四川的。你从四川来？哎，你呢？你大，我那啊，四川，嗯，哎。这是不，这是四川来的姑娘，不是大同姑娘。哦，是四川的。你赶快跟我们认个半个老乡去吧。哎，你是哪里？我这儿。哎，你这里啊？我小孩在四川。四川哪里？在成都。我们也在成都。成都哪个位置？哎、他在这个高新区那儿。高新区啊，我们在龙泉一区。龙泉一区。离得很近很近，很近的。他们小孩在那儿。哦，小孩在那儿，成家了吗？在那儿。成家了哈，嗯、成都也不错，经常去吗？去哈、啊，嗯，就是气候比较潮湿，夏天比较热。甭说夏天，就说现在，咱说句真话，来，这是张路灯，你说是到底成都舒服还是大同舒服？大同舒服，气候。大同它就没有那种潮湿。但是成都我也休闲也不错。哎，对，休闲。成都休闲。我去是这儿成都，我就受不了它那个潮气、啊。但是潮湿我也不太喜欢潮湿。哎，你们习惯了就好。但是成都的人文环境好。啊，对，比较休闲。这我晚上睡觉一下，棉的潮。对，它就属于桑拿天，夏天很热、啊，那就受不了。它不像这边，虽然说温度有那么高，太阳底下热，但是阴凉底下很凉爽。谢谢。